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夹齿器。这夹齿器可以夹我们的这个口蜡纸，很多魔术师在演出当中都会用到这个道具。看一下，这后面的别针，把它别在衣服上面，然后要用的时候直接拔就可以了。它的宽度是我们经过严格的测试，它刚好可以把口蜡纸像这样，拿这样子放进去以后，它两头会多出来一点点，这样方便我们拿放在身上的时候直接拔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它不光可以用来夹口蜡纸，我们平常用的丝巾也是一样可以。这个是45x45厘米的一个丝巾，把它想这样卷好，然后直接塞在这个上面，塞好了以后，你测试一下，怎么甩都不会掉，非常非常的棒。